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6月15号，星期六，农历是5月13。啊，今天是我们这个乾蓝菩萨的圣诞。啊，然后呢，星期一呢是初十五，希望大家多吃素，多念经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师傅。啊，请讲，请讲。你弟子给师傅请安，给观世音菩萨妈妈请安。请讲。师傅。我问一下，我爸爸跟我妈妈，他们现在我念的小房子也不是那么太多，我想问一下他们到哪到哪里了？妈妈过世了是吧？对，爸爸妈妈都过世了。啊，你说吧，先说名字吧就可以了，还有什么时候过世的？董国直。董国是国家的国，对，治是治理的治。2007年好像没有的，2007年11月没有的。董国什么治啊？智商的治是这个三个治理国家的治。啊，治董国治，对。啊，天到了，天到了。啊，已经在遇见了。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。很好。还有我妈妈。叫什么名字？周玉兰。周是就周那个周，姓周的周，玉是那个玉，一个王字一个点，那个兰。兰是兰花的兰啊。对，他是2016年，好像是没有的。啊，我看一下啊。对，是2013年，他是2013年没有的，好像是。没关系，我再看。师傅，他是2013年没有，我妈是2013年没有的。知道。个子不高。头发往后梳的。对啊。他比你爸爸还高呢。在哪里啊？在天界啊。他在。在天界。他现在应该是在天界的很高的位置。应该第七层吧。第七层。遇见我妈好像是他。是吗？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妈妈。感恩师傅，我念的小房子不是那么多，反正这4年我学佛4年了，我一直在给他们念。念的小房子不多，但是你的质量还是很好，因为你用心啊，用心在帮他们。哦，感恩师傅。好吧。我一直在打也打不通师傅。师傅，再给我看一下我的莲花通上没有啊？我是好像是2016年拜的师。多少号啊？莲花。25310。25310。啊，莲花还在，还在。莲花还在啊。你的前世学过道教。道教。怪不得这怪不得，好像是去年好像一个道教的师傅老找我说什么给他拜师啊拜师的。你看见了吧？是不是说的太对了？我跟你说，那是你前世，今世皈依观世音菩萨嘛，就好好跟着观世音菩萨修了。好吗？反正我跟着师傅就是学了2015年开始学的，学了以后这个师傅就是去年这个道家他是道儒释道好像都学，我问他嘞，他想叫我跟他拜师嘛，我就没拜。好，我说我就跟着我的师傅学了，一直学。师傅，你给我开始几句吧。你自己要多念心经啊，开智慧，好吗？好，师傅，再给我麻烦看一下一个梦。刚刚我妹妹给我发个信息，她说她做了个梦，前5月初10那天是我妈的忌日，她说她做了个梦，是我嫂子打我妈了。那就是你嫂子在给她烧锡箔啊，或者在怎么样，或者在她的那个灵坟前呢、或者去祭坟的时候啊，可能讲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话。是吗？下不来的、没关系的，下不来的。哦，是吧？反正是他们。好了，不能再讲了啊！好，感恩师傅，再见，师傅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师傅你好。我是那个，你好，太感动了，打通您电话了，还在念经。给您请安了，我的业障我自己背，师傅。请讲吧。你帮我看一下我的母亲2015年4月份走的。她现在在哪儿？2015年叫什么名字啊？包秀琴。
包就是包公的包、包公的包，秀丽的秀，芹菜的芹，芹菜的芹，就是弹琴的琴是吧、就那个乐器的那个琴是不是、就是草字头那个琴。草字头哪个琴啊？草字头，然后加一个一斤两斤的斤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草。哎，对的。包什么琴啊？包秀琴。哦，挺好的，嗯。哦，他上天了。你最近也老上天了。真的。嗯。他敢，他是不是？嗯我跟他念了200多张小房子、但是我现在一直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嗯。他在天上，已经在御界天了。御界天是吧？他呢，就是、他就是走的之前呢、这个身体啊，他那个腿啊，还有那个肝呐、都不好，所以他现在到了天上都没事了。我看他走的蛮好。太好了，对我妈妈这个人挺善良的，对，特别好。但是他走的时候他不痛苦，我们挺痛苦的。对呀、因为他突然就走了，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。突然走了嘛，就是福气呀、拖得越久嘛、越没有福气呀、痛苦了呀，病人自己痛苦呀，明白了吗？对的对的对的。结果我还要再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呢？我看没什么，没多少。你知道如果你要是愿意给他们，你再给他念49张啊。哎，好的，好吧，我记住了。好的。师傅，麻烦你再给我看一下我的父亲，现在不知道他也现在学佛学一年多了，我不知道他的身体，你能帮我看看他的那个身体吗？他心脏也不好，然后最近了那个几年属什么的？1947年，1947属猪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他有一个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个哥哥弟弟啊。瘦瘦的，对，我有一个瘦瘦的有，对，我有个弟弟，瘦的，我有个弟弟没了。是一个瘦瘦的，这个男的，我相信他应该是你爸爸的孩子，对的，是的，然后呢？他当时得病了，现在一直在你爸爸身上啊，那就是你爸爸当时你弟弟得病的时候，你爸爸没有尽全力救他呀。我们加尽全力了，就是给他送医院的时候，我当时因为他是我不记得是什么病了，他是肠子不怎么得病了，完了正好做手术的时候医院没有电了，完了他就死了。我爸爸他们也尽力了，但是当时医院他正好没有电了。等等啊，我看一下。我为什么要讲你爸爸不好你知道吗？你爸爸在他跟你爸爸吵架的时候，不开心的时候啊，就是不，你爸爸心里诅咒过他呢，诅咒过我这个弟弟啊。对，让他早点死哦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下面正好也是有人来拉他，所以像这种电突然之间停掉都是有原因的。是的，我爸最近他念了，也是跟着自己念好的小猫，但是他最近老梦见就是亡人特别多，有一天梦见一车的死人，他说的。告诉你，叫他好好念吧，好吧，他这个劫，他现在有个劫。好了，不能跟你讲太多了，好吗？啊，师傅，他需要念多少小房子呢？一直念。一直念，然后放生，这还放生多少条鱼呢？放生随缘吧，2500条。2500条，师傅麻烦最后看，不给他念的话，他就会走掉了。好了好了，你时间占了太多了。师傅再开1978年属马行吗？我给另外师兄看的。不行，你现在看了太多了，而且你现在跟他问，你也不能全部看的。好的。最多只能看一个吧。看一个，你要问他什么事情，重要的事情就看啊。行。我帮师兄看的，他是1978年属马的，他先问一下他念多少张小房子他才能好，他找过您看过图腾。有的念，他现在至少还要400张。400张小房子就行了哈。好了好了。哎，感恩你师傅。再见。哎，好，再见师傅，再见。哎，喂，你好。哟，你好。卢台长，感恩大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。1962年
1月20号，属牛的。男的女的？女的女的。1962年。1962年是吧？嗯。对，属牛的。感官净菩萨。啊，肠胃很不好。就是。腰不好。我还没讲完呢，肠胃不好，腰不好，还有泌尿系统不好，还有颈椎不好，心脏有问题。嗯，对对对。嗯。你自己要让他好好念经的呀。嗯。是我自己，我现在可省的了，念不了，就是麻木。啊。这腿呀、啊。赶快了，吃丹参了。啊，丹参片我都吃，每天晚上吃三粒。哎，我看你如果还麻的话，要加了。哦，我的手指麻，手指三个手指。啊，那你要赶快吃了，你一停掉它就会中风了、哦，血凝度太高、哦，你晚上睡觉之前要喝水呀、啊，白天起来也要喝水呀、啊。哦。你要听师傅话的，那个、听师傅话的。那个我现在吃中药吃4年了。本来我是坐轮椅的，现在我许愿放生念经啊，学习心灵法门已经好多了。嗯，你要记住了，你就是血脉不和呀。哎，我现在到现在大热天我都穿棉毛裤、睡觉都骨头钻到骨头里面冷、麻木。这个就是因为你的血脉不通呀。你要知道一个人血没了他就冷了呀。你看电影里边、一个人中枪了。结果到后来越来越冷了，就是血没了呀。那我身上有灵性吧，有药精者吗？我看一下。哦，感六二年的六二年六二年的牛是吧？嗯嗯，感有啊，怎么会没有啊？你身上还有蛇呢，嗯。我啊。啊，两条。哎呦。你自己过去有没有吃过蛇胆呐、啊，或者怎么样了、啊？哦，过去吃过的。哎呦。麻烦了，你赶快念呀，念掉。现在要小房子，小房子28张小房子啊、嗯。要针对性的还是什么？针对性啊，要跟他讲的，讲蛇。跟观世菩萨就是像这蛇蛇嘛，还是、啊、或者你说我过去吃过的海鲜，嗯，吃过的那个有生命的动物，我今天忏悔。明白吗？哦，就是跟观世菩萨说。啊，跟菩萨讲就可以了。啊，那个，那么烧的时候怎么说呢？烧的时候就是消掉我的业障呀，观世菩萨保佑我消掉我的业障。你而且还要每天要念，至少念69遍那个解结咒，和60，不是解结咒，念这个往生咒。反正这我现在我本来一直念49遍，我想我现在吃素了嘛，我想少念了，我也不懂。哎，也要增加的，你这个业障消不掉、哦。要多少？69张一天呢？啊，69遍一天。哦，姐姐咒69遍。对，不是往生咒。啊、往生咒，往生咒。姐姐咒还是老样子。嗯。哦、啊，姐姐咒我是49，我心经。对。嗯，心经大悲咒我都49。可以了。可以，嗯，需要带这酒，好吧，嗯，嗯，还有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嗯，我念经念的怎样？62年的牛是不啦？对对对对，还有我还可以，蛮好，嗯，嗯，我现在就早上念到晚上不停的念，我现在念经念的为什么会这么慢的啦？慢的话就是认真啊。你以为念得快好啊？那当然一遍一遍了，一遍遍念得认认真真啊！菩萨保佑你了，嗯。哎呦，我现在我也想出去渡人，现在我的腿。你不要出去渡了，你就好好的在家里修修心吧。你要渡人的话，你就打电话，你不要再出去了，腿又不好，你怎么现身说法？听得懂吗？那我说我本来坐轮椅的，现在我已经好多了呀。你要站起来之后再去渡啊！现在站起来最重要。嗯。啊，我现在好多了，我现在就走路能走了，就是说人家不知道，看起来很正常，人家碰一下你要摔跤的，就是。啊，那就不容易了、那菩萨已经保佑你了。嗯。哎，是保佑了。
嗯，啊，最好，嗯，师傅，你到我梦里来给我医治一下就好。你要到，你要到境界的呀，你没到境界，我怎么来啊？听得懂吗？啊，要有境界，嗯。嗯，我想做师傅的徒弟，我先申请了。啊，你要乖一点，好吧？嗯，啊，嗯，好。还有我那个家里怎么样？家里有灵性吗？没有，家里没什么灵性。啊，家里没有灵性啊，嗯，菩萨来嘛。我现在有事想打转到很后面再开始打转。对呀，啊，护法神来过两次。我现在中药要吃吗？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停一停了吧。嗯，你现在靠的是锻炼。嗯，我现在这个左耳朵啊，耳聋耳鸣啊，里面一直有声音，现在一个左耳朵等于听不见了。补肾，你给我看看。肾气丸，你现在要补肾，一边要念经，一边补肾，好吗？那我小房子就是我现在许的爱妃一张，是吧？就是按照我是一般就是10天15天左右，对，爱妃一张。嗯，可以的，这个都没问题。嗯，那么这次念好了以后，然后再许28张，就是说我身上的。孽障还是说死啊？好很多了，不要再去想了。孽障你只要念到位，他就走了。嗯，你不是说你把他请得走的，他跟你有缘分，他就不会走。你要把这段缘分念掉了，他就走了。其实小孩子已经走了，对吧？嗯。当时说小孩子好像一个没走。嗯。小孩子还有两个。还有两个，上次说走了一个嘛。呵呵，那我那个孽障多少现在？敢六爱莲所留的。你至少孽障现在还是27，蛮高的。嗯，主要是哪个部位啊？好了好了，不要给你看了，好好念经吧。嗯，这个杂念太多，气量太小。做人不好都是问题，听懂了吗？对对，我忏悔。要好好忏悔了。嗯，一辈子稀里糊涂活的有什么意思啦？嗯，对对对。好吧。嗯好了。嗯嗯，刚刚我看个问个王人可以吗？你刚刚前面看的不都是王人啊？没有，我自己呀。对啊，你所念是我自己。嗯，王人没看过，王人是那个19，叫什么名字就可以了。哦，何素琴。何是什么何？嗯，那个蔬菜的蔬，琴啊，一个琴的琴。嗯，何素琴。看什么？看他在哪里是吧？对，我妈妈。嗯，可是你以后的，你妈妈应该已经到了阿修罗上面了。嗯，哦，高的地方。感恩。好了，不要再问了。好，感恩。好，感恩观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再见。感恩，我什么时候能拜师傅？啊，你稍微身体好一点就可以了，好吗？感恩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你好。喂。麻烦师傅看一下一个95年的猪。看什么？就是他的那个脚不好。男的女的？女的，95年的猪。啊，有。哎呦，很多小灵性啊。嗯。哦。前段时间还有点小中风，就是他脸呢。对呀，就是有很多小灵性啊。嗯，那是什么原因？就是要过去吃了很多，或者他曾经抓过很多小的东西，或者烫死过蚂蚁啦，就是这种。哦，是这样的呀。嗯，那他要许愿多少张小房子啊？或者是那个往生咒吗？49张吧。49张就是给他的药精的，对，房子的药。他往生咒的话需不需要许一个大数呢？可以啊。
大概许愿多少比较好，师傅？往生咒是吧？往生咒最好叫他多念一点吧，49遍吧。每天49遍哈。至少，嗯。哦，好的，师傅。啊，麻烦师傅看一个81年的猴，就是他想看一下他的灵性，有没有灵性，他的孽障在什么地方？男的，女的？女的，81年的猴。哦，他身上还有一个灵性蛮大的，是吧？嗯，是一个女的，没头的，嗯。哎呦。还穿了一件长袍。哎呦，是在脑子上吗？还是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叫脑子啊？头上，对不起。脑子了，还儿子呢。他有时候就是觉得好像自己很多事情好像反应不过来一样。啊，后脑勺。在后脑勺。嗯。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师傅？84张。嗯，他的孽障在什么地方，师傅？比例是多少？肠胃腰都不好。81年的猴。肠胃腰都不好。就最近可能学佛上面跟家里面有点阻碍，他可以怎么做，师傅？叫他多念心经呀，开智慧呀。哦。好吗？他人不坏，个性很强。对，很乖的一个孩子。嗯。个性强了一点。嗯，好吧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那需要放生吗？81年的猴需要放多少？3000条吧。3000条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他学佛方面的话，他要注意些什么问题？他自觉得好像自己好像经常都没有脑子一样的，他说。多念大悲咒啊。心经大悲咒哈。哎，心经大悲咒交叉着你，好吧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师傅辛苦，感恩师傅，再见。嗯，再见。师傅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师傅。啊。师傅可以问一个亡人吗？刚刚讲吧，讲吧。昨天往生的。讲吧。黄玉英，黄色的黄，玉镯的玉，英雄的英。昨天突然在沙发上往生的。女的。啊，对，女的。几岁了？对不起，师傅，你好吗？几岁了？几岁？79岁，79。我看看啊，颧骨蛮高，眼睛有点抠进去的，眉毛不浓，头发是短头发。好的。看到。他现在在哪里？他在中阴身呢。中阴身啊，他女儿刚刚跟他许愿啊，300多张，在49天。我看看啊。师傅，他是不是也是因为心脏有问题而亡？真的？几几年属什么？哦，他是王人来的。啊。黄色的王，黄色的黄，玉镯的玉，英雄的英。嗯，叫他好好努力。他有一点点，平时讲话有点不着边际啊，夸大事实啊，这是他的一点业障，好吗？哦，好。这个人现在也是有灾劫。哦，是。所以师傅你说他是在中阴身啊？对。好。像他女儿许300多张够吗？就是大约能把他抄到哪里呢？你最后个问题是什么？对不起。就是说他女儿跟他妈妈，就是刚刚往生的妈妈许了320多张小房子，能把他抄到哪里呢？还有放生1万条鱼，可以了，可以把它抄到天上去。抄到天上，阿修罗没问题的。欲界天门再努力一点，哦、师父刚刚给他加持了一下，我看他人还是哦好，感谢谢谢。人还是挺好的，嗯。是。有些习惯，他女儿非常精进，有些习惯不好。哦，他女儿非常精进。嗯。好。好吧。师父，一个师兄他要问。喂，师傅你好。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我是88年属龙的，我想问一下我的那个最近脸一直好像被拉，然后觉得脑子被影响特别严重。灵性来拉你，跟你搞啊，你自己这个还不懂啊？所以你要坚强呀，杂念越多，灵性越容易进入呀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去控制自己的思维了，但是我觉得控制不住就是还没努力够。
我已经之前我许了108张小房子，请问师傅还需要吗？需要。108张念完之后还需要多少张啊？继续念呀，7张7张这么一波一波念下去啊，好吧。哦，师傅可以看一个人的莲花吗？最后一个人的莲花。讲吧。他是24388，他想看他的莲花。2017年新加坡拜师的。你的问题是什么？你的问题是什么？弟子证号码24388，他想看他的莲花还怎么样？啊、他是2017年。在在在。什么颜色？白的。哦，白的。很好啊。有问题，有问题，他有问题，他会消掉的。有莲花的话死不掉，我告诉你。好了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好了好了，谢谢师傅。再见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